大家好，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。最近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粉丝总给我留言说，他们的智能手机耗电太快了，有的手机用不到一天电池就没了，问我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把手机的电延长。我经过几天的刻苦努力寻找，终于找到了两个方法，而且非常的有用，只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，我保证你的电会节约到50%。好，怎么样？我们首先打开手机，然后点击，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网络的 WiFi 关掉。第二步，我们就是打开手机，然后点击设置，再点击隐私与安全，然后再点击定位，把定位也关了。这个定位再关的话，就会节约很多的电，因为你出去的话老是不停的定位，还有那个 WiFi 功能的话老是不断的搜索，就耗了你很多很多的电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小技能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无有抒情张离，今有网红深山哥。